哎呦，不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快活。艺人们齐聚一堂，个个都换上粉红、桃红、大红色服装，喜气洋洋。除夕特别节目开录，由综艺天王胡瓜、侯怡君等人组成最强主持卡司。参与节目的艺人们都拼了，搬出18般武艺，有人唱歌，有人跳舞，带来精彩好秀。而多才多艺的赖慧茹今年更特别为节目带来环游世界主题，展现不同特技的国标舞。特别用颜料把肤色涂黑，穿上非洲传统服装，这也是赖慧茹第一次挑战非洲风格的摩登舞蹈，全程都要与舞伴贴紧紧，也让她据说非常不习惯。紧接着是第二阶段的表演，为了洗掉身上的颜料，赖慧茹在摄影棚浴室洗了足足一小时，而这段与专业老师合作的英国宫廷舞蹈也让她在练习时吃尽了苦头。这段与老公刘嘉明合作的日本风格国标舞，两人性感亲密的互动闪瞎现场所有人。除了赖慧茹的精彩表演，其他艺人也卯足拼劲，要为观众带来更丰富多元的内容，陪观众一起迎接龙年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